问我能不能问题，如果太愚蠢太低估我的天分，我不需要跟风，不需要认真，这一类复制提升，锁定的目标只有一种，确认相信自己才是必要抉择，在一边害怕发冷，还倒不如对未来直接提问，我的名字认不认得，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风格没有标准，哦、oh, 听好了，我的独特非常小可，我的信念就是张王牌，冷静突破重围。